我们要开始上课了，班长喊口令。
奇影，奇影在哪里？来看看。哎，等一下，还没有哦。那这个有叶子长在地上的，这个叫做竹子，竹子客家话叫做竹公，竹给。那这个已经叶子什么都拔光光，剩下一根光秃秃的，这个才叫做竹狗，竹狗哈。那然后我们去石门水库的时候有水，然后你要坐船，从这边坐到那边，很多人有的人在划船，有人坐大船。哦，这个阿爸肯定很厉害，他用一竿一竹狗，他就可以过到石门水库那边去，然后把这个竹狗。拿得高高的，客家话叫什么？你是干嘛的？呀，这个啊，你是懂那个是干嘛的？他干嘛？他有练过这个？这个阿爸没有练过。高高是干嘛的？因为他这样才不会跌倒。他拿着，你看人家那个，走钢丝的有没有？他也要拿一个竹竿，这样才不会跌倒，帮助平衡。他很聪明啊，他只有这一根竹狗，他就要过去石门水库。可是那个都有根重重的。对，他有这个重重的这样拉着，他就。比较不会掉到水里面去。掉水里面不是沉重的会沉下去？对，太重的话就会沉下去。哦呦，这个是什么？鱼。那晒干抹了盐巴的呢？海。好，海。我们客家人会把鱼晒干呢，先抹盐巴，然后再来晒干，把它做成海。平常的时候啊，没有那么多奇鱼你可以吃的时候，我们就有海可以吃啊。这里有很多的田，还有牛，那田里面就种了很多的青菜。青菜会叫什么？叫抢春哈，抢春。我们的课文里面说，有一个地方叫做百分公度空财富。因为什么呢？它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虫？富冈哎，富冈哈，对哈，对。因为那边的田很多，牛很多，会帮忙种田、种地，然后又种了很多的青菜，那些菜拿去卖呢，就变成钱。他们就很有钱哦。可是我阿公那个地方没有，他自己那个他有大很多的很多菜，然后他又。他没有牛，是不是？其实现在以前的人种田用牛，压他猪田生抹用牛来他走，都用机器的，对不对？可是用那个他拔的时候都是用机器，都是自己去拔。所以你阿公你身体很好。好，来，这里是哪里？客家园区，客家园区，客家话怎么说？他敢眼皮漂不漂亮？漂亮，漂亮，董强哈。哇，这是什么？花生糖。花生糖可以叫反丢。反丢桶呢，就是把反丢花生跟这个煮的已经融化的糖，跟糖揉匀它，把它搅在一起，然后等它着料以后呢，干了以后拿来切。切了一块一块的，就变成我们最喜欢吃的板黑桶。板黑桶龙潭有很有名，对不对？我爸也有，我最喜欢光。哦，你爸爸有吃光光的，是不是？你说你没去过石门水库，下次跟你爸爸讲，带你去石门水库，然后顺便买板黑桶。可是你要上课很乖哦，爸爸才会喝生水。你不可以喝生水，喝生水会坏肚子。你上课很乖，跟爸爸说我上课很乖，是吧？还要喝帮助消化，帮助消化。好，现在来，我们来看我们的课文。我们的课文里面有讲到，我们做了那么多种的柴，然后劈多那么多的手拆不同的地方，然后呢，我们就会有看到很多他们那边的名产。那边有什么东西很多啊？什么东西很好吃啊？好，来，我们来看看第一个，愁什么茶？愁茶，老山拔。好，那我问你，这个拔，它的班长生母是谁？阿波，对不对？那它的韵母生什么的尾巴？的尾巴，好厉害哦！哈，一愁愁东。啥？那啥？它的
我们丑公茶去到哪里啊？鹿隐山路里面有很多 metal 啊，告诉我 metal 的头，它的班长，它的生母是谁？可。那它的韵母是谁？哦，别这是改咯，不是阿咯啊。那再看第三个，土生羊白母。那母它的班长是谁？妈。那它的韵母是谁？哦。那他们就知道它分两国哦，一国是阿的那一国，一国是欧的那一国。然后现在我们再看，是土生母的漂白茶。什么叫漂白茶？漂白茶。拿这个。对不对？杂哎，那这个伞很漂亮，上面有很多花，所以叫做法杂。那个小这个是有人棺材会送他啊，就有人棺材送他。哦，有关的人可以送他。哎，要考虑考虑看关到什么程度哦。好，再来，好，哎，石头石磨的卡法杂，那个石磨的是谁？女生哈。他为什么有桃子可以吃呢？因为他是不吃的吗？哦，小男生采的。好，扎头。谁来也？谁来也是男生。是男生啊、哦。那扎头谁来也？他很开心采了桃子给这个 Samuel 吃，结果 Samuel 拿个小花伞就吃得很开心，所以这个 Samuel 高不高兴？高兴。所以怎么帮助人？啊，他喜欢帮助人，跟你一样，对不对？啊，帮助你好。田赚的麻麻什么意思？很开心，很开心，因为他采的桃子，那个卡达达的女生喜欢吃啊，他就很开心。好，再来呢，我们要筹什么茶？筹红茶，牛茶。然后我们做什么事情？吃什么？吃西瓜、我们一坐呢就丑多开水吧，开水吧是哪里呀、啊、三本水库啊，三本水库客家话怎么说？三本水库啊，里面的鱼都很新鲜，不用晒成咸鱼了。新鲜的鱼我们叫什么？鲫鱼一样的啊。然后呢，七个人叫做七傻吹个告奶沙。什么叫告奶沙？玩泥巴。那这个告是什么意思？玩的意思。那八个人把伞吹给娘傻大怪笑哈哈。这个娘傻大怪是表示这个人呢、闲着没事干，做一些平常人不会做的事情。我一起逛的哦，你抓到那个什么咬人？对，不要我也有看过，我也有看过那个蛇，还有那个豆腐频道。哦，豆腐频道里面有，所以蛇可以随便。好，再来看，后来是又说什么？泡茶，泡茶，泡茶，来哥嘎就是从我们家去隔壁家玩。啊、一瞅瞅都八公蛤，八公蛤是土地公的庙那边。那那个地方有个地方叫八公岗，八公岗是哪里啊？富冈。富冈，因为我们桃园有好多好多地方哦，比方说我们这里叫做平镇，客家话叫什么？平镇啊。那桃园呢，还有个地方它是富冈，以前的时候不是叫富冈的时候，它就叫八。大拱房呢，我们刚才有看到图片里面有很多的什么东西很多？牛楼、点楼、抢菜、砍卡斗，因为那边地方很大，大家都在那边种菜、然后呢，我们家的女儿嫁给你们家的男人，
家的儿子，你们家的儿子娶我们家的女儿，我们两边的爸爸妈妈就变成亲家下梅啦。好、哦，亲家下梅一旁爬，两前各背手的胸膛夫嘎啦。请问夫嘎啦什么意思？我妈妈大家家长玩扮家家球，有没有玩过？没有，没有，我有。我们就又换了最后一个车子是什么车？从那个长，非常准，摩一嘎，什么叫准摩一嘎？回娘家。回娘家，我们坐着轿车回娘家，好、很有面子哦。这个人他回娘家回到哪里呢？一所成都三行茶，三行茶是在什么地方啊？在哪里？龙潭。可是每一个人，只要是有人去到那边看，哇，暗墙哦，电影棚，只要是有人去那边，都很赞美，说我们龙潭的客家园区非常漂亮，而且那边的板漂油桶油，板漂是什么？花生。花生。啊、哦，那板漂用桶揉一揉，放那个放凉了以后切一切，就是我们最喜欢吃的什么糖？花生糖。花生糖就是板漂糖。啊，好，你看我们又有花生糖可以吃，然后又有这么多地方可以玩，所以呢，我们在用盘糖都准体嘛，吃饱了晃一晃揉一揉，就像骑马一样。然后吃饱了，吃又吃饱了，玩又玩得很开心。然后呢，还有龙潭还有一个名产哦，龙奶呛参，龙潭茶呀，龙潭茶。很久很久以前呢、啊，龙潭很有名的茶叫做龙潭茶。所以我们龙潭的茶不是只有那个很高很高山上才有茶，我们龙潭也是有茶的哦。好，我们来看。后面我们要进行后面都是什么水蜜桃的啊？答对了，水蜜桃，你最喜欢吃水蜜桃，对不对？好，你最好吃哪个？最好吃是什么意思？你最喜欢吃什么？你最喜欢吃什么？那你最好搞哪个？是什么意思？你喜欢玩什么？你喜欢玩什么？那我们刚才上课的课文里面，我们知道有好多东西可以吃。第一个是水蜜桃，第二个是西瓜，第三个那个鱼很新鲜的鱼叫做西瓜，还有大红豆很多什么菜啊？香菜。啊，那龙潭它那个叫做花生糖怎么说？花生糖。龙要说成龙的龙潭茶，来说一遍龙潭茶。龙潭茶。好，那再来，我们什么东西好玩？刚才这个叫做什么？跳发闸。啊，跳发闸。还有呢，玩泥巴叫做什么？点小朋友起来问哦，看看你最好吃吗？耶，最好搞吗？该二郎来讲了哈。好，我问你，你最好吃吗？耶，水蜜桃客家话怎么说？忘记了，来，全班告诉他，你好，没头，没头，没头，赶快好坐下。那来，王平耶。你最好告嘛的？那你要回答我，我问你说，你最好告。
号卖给你，你就告诉我我是谁，客家话的我怎么说？矮哦，哦，矮最好搞那个，告诉我哈，来，黄平爷，你最好搞那个。准备讲哦，准备哟哈。那再来，我们来找一个罗妹伦。罗妹伦，你最好是哪个？我最好是 metal。metal 哦，准备。那我再问你，你最好搞哪个？我最好搞干嘛？干嘛呢？干嘛杂？是不是哈？懂不哟？好，再来一个，我们来看看陈迪秀。来，你好，你最好是有没有黑 metal 嘞？水 metal 还有谁哦？啊，水 metal 好，那你最好搞哪个？泥沙。搞泥沙，来，大家告诉他，叫玩泥巴，客家话怎么说？搞泥沙。好。我也喜欢种。你也喜欢种花，我也喜欢哎。种法哦，种花客家话叫做种法啊。再来，我们今天呢回家的作业有没有看到？老师有给你一张小小的纸。对，小小的纸，上面就是我们今天的回家作业，要回家去问问看你们家里面谁。那客家话说的最好。阿公阿婆。阿公阿婆。阿妈。阿妈。阿妈是谁？阿婆。阿妈就是。阿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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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对，有谁的爸爸很会说客家话的？阿婆。哦，也有哦，不是只有阿公阿婆哦。那有没有谁？有没有谁是舅舅？舅很会说客家话的？我。两个哦，厉害哦！你们的舅舅很厉害哦，还 Q 哈、哦。对、啊。那你回去问他，你问他，我们今天有给你这个答案吗？是我们家的。那如果没答案呢？我们家妈妈、爸爸还有叔叔还有阿姨。那就不答案吧。不讲，只剩下谁讲？只剩下他阿婆、阿公、阿公。阿婆、阿公，那你看看你要问阿婆还是阿公？看他们两个谁最厉害？这句话害的人是他嘎巴，他你，他你就是达人最厉害的那个人。你们两个都很会，都很会，那你可以问他们两个。嗯、然后呢，你下次回来就告诉我，哪哈最会讲的黑马仔是谁最会讲客家话呢？第二个呢，那个乙最好是这个乙是谁啊？乙。这个刚才老师说你，我们要说是你，那我呢？矮，那他呢？哎，就是这个你呀、啊，这个你呢，就是你们家的最会讲客家话的那一个人，他是你的阿公啊，还是阿婆啊，还是两个人，还是阿爸阿妹啊？你最好是哪个？你问他哦，你问他说，你不要让他最先开始的时候，我们先不要让他。随便讲，你要把老师那个小纸上讲，你不要给他看到上面有字哦，把它藏起来。然后你就问他说：“你最好是哪个？有水没土，有西瓜，有奇木，哦，有墙砖，板条头，有浅草。你最好是哪个？”他就会告诉你啊。然后你就把那个答案记下来。我们下次的时候来看谁哪一个东西是大家都最喜欢吃的。你好，这边没有了。很爱喝茶，那肯定有答案。后面已经没有了。哦，对，后面就没有了，对不对？好，再来，你要问他说你最好搞吗？给，他就会告诉你，要这四个让他选哦。好，他选完了以后呢？嗯，哇，可以的，哇，可以的。嗯，选完了以后还有一个问题要问他，你问他，我们现在上课上完的有。来，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课吧。好，我们有去富平山渡，然后有去三门水库，有去八股峰，然后有去永塔、他打眼，还有好多别的地方啊。也许你的阿公阿婆还是爸爸妈妈知道，就问他们说，我们桃园还有哪个地方啊？
最后搞，还有那个地方最后了哈，还、啊、然后呢，还有那个东西最后设，好、啊，然后呢，我们就下一次来的时候呢，我们就大家一起来讨论。好，那再来呢？回去会不会问老师？要知道你会不会问啊？来告诉我，这个叫什么？水蜜桃。西瓜呢？西瓜。青菜呢？甜瓜。花生糖。哇，你好厉害哦！那大家会的人要讲大声，像他一样哦。豆芽。今天带回去的作
是什么事情？我会。对，那一张小纸要问家里面最会说客家话的谁？阿公。阿公。阿妈。阿婆。啊，还有阿妹。阿爸。阿妹。哦，好。然后要问他们什么问题啊？好，然后我们的题目要记得哦。我们下一次的时候，大家回来讨论。你最好什么的？你最好教什么的？我们今天上课的内容，小朋友有没有哪边有问题不明白的地方？没有。好，那我问你，龙潭的很好吃的花生糖，我们怎么说？饭条糖。好，饭条糖它是怎么做的？花生，还有糖，用饭条用糖糯，对不对？好，再问你哦，北公讲什么东西最多？甜糖。强吹海虾糯。那我再问你哦，我们很漂亮的桃园的。沙漠水库里面什么东西最多？鳍。好，那我再问你，我们的风景山度什么东西最多？Metal 为什么会土生又怕买不到呢？我讲来听。因为很多人要买，因为它很好吃。因为很好吃，很好吃客家话怎么说？浓厚深，然后呢，就怕都被人家买光光，养埋没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们今天上的课里面，我们有坐过几种的车。第一个，我们去凤顶山路，我们坐什么车？公车。然后呢，我们第二个去。牛茶丑豆大衣，丑豆三门水珠衣啊。在第三个，我们又从哪个茶？后茶，丑豆大衣。八公公，有没有去过八公公的后茶亭？火车站，八公公有火车站，知道吗？你有去过吗？我有，那我有住过，然后可以去玩。哦，谁住在那里？所以你的肉是什么意思？老家在那个地方八公公啊。好，再来，我们又筹了马给茶。那个挑茶。我们筹挑茶去哪里呀、啊？这摩伊嘎，它的摩伊嘎在哪里？记得吗？有茶。挑茶，这梅茶，然后呢，一筹都三行茶，三行茶在柳塘啊。到了柳塘以后呢，反跳用桶螺，然后他们很有名的茶叫什么茶？柳钱茶。啊，最后是那出黑柳钱茶。好，那这个课文就是告诉我们，我们桃园漂不漂亮？漂亮。好吃的东西多不多？多。好教的美食多吗？多。啊，那回去的时候，我们如果碰到了其他的地方的人，就要老比小给介绍他。我们童年有那个好吃的东西，有那个好料的地方，然后回去问问看，除了老师这个上面写的以外，还有什么地方很好玩？我要出去玩。对，就告诉大家。然后我出去玩。